What's up, dog？印度神灵儿，Made in India。看我的视频就是好啊，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题材之外的东西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件乐器或者两件乐器啊，买了之后没有。没有玩成功的，也没玩成，不是没玩成功，确实没有练，我也不知道这笛子是不是质量是不是好啊，或者怎么样？因为呢很便宜啊，一个 dollar。我那回去有一个公园啊，在里插一堆，我随手就一看，哎，我这人特别喜欢买乐器啊，我买了一堆乐器啊，这个。哎，我就随手拿一个啊，1块钱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那个印度那个 coworker 啊，印度 coworker，我说他回印度，我说你给我带根印度笛子来。那这印度人啊，你说说，哎，咱不能说印度人啊，我这印度哥们啊，比较抠门啊，光跟我呵呵傻笑啊，就也没给我带来一个印度笛子啊。我在网上查了查，我还搞不清楚哪个笛子是这个。正经是演奏乐器，哪个笛子是装饰作用的？所以说呢，到现在啊，也没有这个弄一个印度笛子，好像差不多这个啊，跳这个印度笛儿那个蛇啊，跳舞看有点意思是吧？其实做的不错，你看纯手工制作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一直存着啊，一直存着挺好，啊，有功夫啊，可以放在我的音乐里面啊，我放完之后给你们听听回来，回归主题啊，回归主题，这个安达组合啊，这个确实啊，这个人多势众，靠着人多势众啊，这个音乐的，这个人多势众，人多力量大啊，这个赢了啊，大满贯啊，这个，哎呀，我比较喜欢啊，他们这更反映了一个方面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啊，少数民族的音乐在。中国这边呢，在大陆这边，在我们中原地区呢，确实啊有，不同的韵味啊，不同韵味，从乐器啊到演唱，你看这个西藏那边啊，对吧？西藏那边还有云南那边呢，有些乐器像巴布、葫芦丝啊，还有像这个蒙古这些马头琴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非常有特色啊，都非常有特色。那旋律和从旋律到唱腔啊，都是有他们的自己的特色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不错啊，不错。但是啊，还要说一点啊，这个玩音乐啊，玩音乐啊，一定要和他们的身份符合啊，玩的 style。我说的为什么叫 style，这个符合呢？拿他们这个安达组合来讲，就是说他们的身份啊，就是他们全是蒙古人啊，就是蒙古对吧？你看蒙古的名字还会说蒙古话对吧？就是符合他们的身份啊，玩他们自己的音乐，玩他们自己的音乐。你要说来几个这个。比方说这个刀郎玩纯粹的这种蒙古音乐啊，也许不会大家接受啊，从身份上就也许是不太认同他啊，就是说，但所以说就是很多我们这个汉族也好，就是不是这个本民族的人玩这种这个少数民族音乐，只能就是一般的，就是点到为止啊，放在可试验性的啊，加在你的音乐当中啊，作为一个点缀啊，作为点缀。但是呢，像安达组合这种，就是我整个我全用这种它的民族乐器，或者加上那些就是这个不是大众的这些所熟悉的乐器，就做他们自己的音乐，因为和他们身份、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这个音乐啊是非常完美的啊，符合在一起，和他们形象啊、身份、形象、音乐啊，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符合的，非常符合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要吹点印度笛儿啊，就说嘿，my Chinese 吹有印度笛儿，你看对吧？所以我也得装成印度人，包个头巾什么的。哎，对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看着好一点，再弄个蛇那样赚钱比较容易，对吧？有人说我这是，说我这那个恰饭啊，我也懒得理他，对吧？我说，我这一年挣钱，我应该比他一辈子挣多有可能。我说，anyway，说回来啊，再说回来，所以说呢。这个安达组合啊，不愧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组合，玩音乐玩的比较好啊，比较非常好，不是比较好，非常好。让我想起了，就是说这个西方这边呢，这个也有啊，玩这个这种民族特性的啊，我们说的
摇滚乐这种比较这 aggressive 一个风格的音乐啊，少数民族好些，你那是山歌吧，比如刘三姐那种是吧，唱的歌，云南那种啊，这种或者情歌那种那种歌对吧？但是玩这种比较 aggressive 这种风格的，像是这个蒙古那种从豪放这种风格的啊，这个不是特别多对吧？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有个乐队啊，这还有磁带啊，你们见过磁带吗？啊，你看看，磁带。这可不是打口袋啊，也不是那个，是原版的，是我当时这个有在店里干活的时候，很早以前啊，他给我就是说给我好多这个磁带啊听，我也给他，后来他说不要了，给你了啊，我说好，太好了啊，一般我拿来录一盘，后来他给我，现在用不着这东西，现在网上我音乐库里一找比他多得多，但是我这个还是留着了啊，这个比较纪念意义，对吧？这个乐队叫 P O G U E S Pogues 啊，应该叫 Pogues P OK O G U E S 啊，你可以上网上找一下，他们属于这个 Irish， 就是这个爱尔兰的 Punk 啊，爱尔兰的朋克乐队，玩的都是啊，大部分就是90%吧，就这么说吧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民族乐器啊 ，traditional instruments 啊 ，traditional instrument， 所以说呢。但是玩的是就是比较 aggressive punk 风格啊，比较说 punk 风格。但是他们呢有时候啊也加入一些其他乐器里面，比如啊他可以加一些这个 saxophone 啊在里面，在里面。所以说呢，听起来呢会有这个这样，你反过来就是说我玩我们自己音乐，我加在外面就加进来啊，也是一种试验色彩，对吧？说哎，可以给他们这个乐队。在怎么样水平或者怎么样让人高看一眼，也许这么讲啊，就是说哎哎呦这个给点不同的感觉，里面给你不同的感受啊，所以说呢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安达乐队啊身份跟玩音乐很符合啊，就是执着不悟的啊，就是就玩这种音乐。我也没听过他们的专辑啊，没有听过专辑。哦，以后我找来听听啊。所以说我不知道啊，或者是也希望啊，他们这种像是这种乐队啊，这种乐队特别执着的这种乐队，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乐器啊，其他的音乐元素进来啊，这样呢听着会让他们的音乐觉得更丰富一些啊。